首先就是把这个系统，我们后面都会利用这个系统来作答，因为它会自动帮我们产生题目。那产生的题目呢，我们作答起来会比较方便啊。这边按接受，下一步，下一步，下一步，啊，它就会把我们所有练习的题库呢，包含学科跟数科，通通会装在我们的电脑里面。那学科里面就包含像单选题、复选题那一些，但你有空你可以自己看一下那些题目，你到底懂不懂？那答案在题本里面都有哦。那另外还有产生我们练习36题的所有的题目，也都会在这个系统里面产生哦。所以等一下的话哦，你们就到这个我们内部的网站哦，这边找一下192.168.1.10，这个是我们教室里面。劳大教室里面才连得到，你不要一回家像之前有同学不知道回去打192.168.10，哎，奇怪怎么都连不到呢？哦，因为这个是内部网路哦，内部网路。那你们等一下哈，我现在把它call上去，所以应该还在这里，啊，就这个了，就这个，啊，你们等一下呢哈，就直接把这个call，然后呢下载到你的电脑。做解压缩哈，再安装就可以。那其他相关的这一些哈参考范例呢，如果有兴趣，也可以试试，也可以这个参考一下别的同学做的哈。好，把画面呢先还给各位一下。